你老实跟我讲，我到底是啥？其实我嘛无法度确定你是啥。不管哪讲啊，你即摆模样就是郑素媛。啊，不过啊，人的面貌啊是会当整容改变的。啊，若是刻入骨，一种个性甲习惯，迄就无法度改移啊。是讲看你即摆这种严格个性，确实甲我当初熟悉的迄个定位观是真相像。我真正是定慧官。哼！这都要问你家己啊！我即马只是根据我的记忆啊，尽量想办法还原当年迄场阴错阳差的意外。啊，若是其他的细节，都要靠你家己去查清楚啊。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就亲像舞台剧般的同款啊！当时我的身份是管家啊，迄当阵我奉着老虎米的命令啊，要逼你甲你拄出事无偌久的后生离开啊。后来你车开了就走啊，佫后来就发生意外，车沉落海底，人嘛失踪去啊。这兄啊，尾啊佫真深情，替你立一个衣冠冢。你若唔相信啊，我已经带你去看嘛。郑素媛迄条车祸，伊个到底是安怎？嘛，甲迄个舞台剧搬个同款啊！迄当阵啊，我着急要等伊回报状况啊。结果伫迄个附近啊，我那同款有发生一个车祸啊。我过关心的时阵，发现车内底有一个查某，伊伫个要断开进前，甲我讲：拜托我，一定要照顾伊个查某囝。伊讲迄个查某囝，就是我收养的静玉，啊，就是。万条万的亲事查某囝，是小姨。哪会得手而已？伊跟我讲的无偌久了，伊就断气了。哪会我现在变成得手完？因为万当的伊会变魔术啊！同一个时间啊，两个查某同齐落难。同款两个查甫啊，因为心痛，规人去抓狂啊，去到同一个事故地点，想要找心爱的查某甲伊个囡仔。结果一个到即马一直找，还阁找无影。另外一个该当啊死去，即马煞好好徛伫我个面头前，而且完全失去记忆。所以你讲，你个是啥？肯定就是丁伟官啊！讲什么？失去对方明明感动，我根本就无这款电话呐！不过，我确实一点仔都袂清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伊的妈妈。我这么啊讨厌浪费泡面，因为老虎米上介就是浪费啦。你以为恁母仔囡仔互伊逼到无路通行，迄个怨恨是刻入骨的，所以伊才会对老虎米甲浪费啊这么啊反感嘛。而且我甲这款怨恨，可能伫个刘彩英身上，因为我怨恨伊。无好啊！无好，阮无阿囝。我怪你迄五年前，我真唔知什么原因支持你加入新集团的那道。无论你的推断拢无唔对，伊老实甲讲，当年是不是因为你甲逼到这头无路，我才出意外？你唔通别冤枉我哦，我对你。完全无迄种要夺你性命的企图啊！安尼，我问你，你甲郑素媛怎啊无去生？那我后生人嘞？你甲我讲，我后生人嘞？我后生人嘞？好好好。
不是较冷静，较冷静一下。我是要较冷静啊！我叫你是好心啊！我才演咯，伊到底是啥是死？你的后生叫米姑啦，因为伊脚只片有一块甲米姑差不多大的红色胎记，所以出事了，罗宰勇就叫伊米姑啊。哪里人呢？啊，人呢？出代志了，我去海边啊找啊，结果真正让我找到，好大命大命，骨无死啊！我着甲抱转去，超用到十二岁。十二岁，十二岁以后呢？十二岁当阵，伊个车弄掉，结果着昏迷不醒，一直到五年前啊。罗宰兴发现，就该带离开我的身躯边，带去另外一间疗养院接受治疗啊。那你后来？后来，迄间疗养院发生火灾，米姑因为无逃生的能力，就当场会休息啊。是啊，我今麦在董丽萍头前救着，我今麦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老实话，而且米姑的死跟我是完全无关的，这点你用为罗宰兴那边求情。搁再讲，我不需要，因为米姑是我超人大，就算我搁想要报复罗宰兴。我嘛不可能对无辜的米姑去下毒手。我来，我好心救米姑，我可以无假的分来遐尔薄。伊在世的时阵，我袂负受起伊，但伊最后一面，我嘛记袂住。我今嘛总算想起，家己到底是啥？啊，不过我煞变作高高大大一个人，就算我过去做唔着代志，起来就别人个行事。你讲白啊，敢有需要对我这尼啊残忍，我这尼啊大个天犯？我不好心，果然是谁做的？因为大侠是有小勇敢的，是独来独往的，伊会因为无妈妈就感觉寂寞，伊有够够强，嘛袂得听。我来欺负，我可怜老师，老师妈妈唔好，我无去再跟你想起来，无跟你做些我的辛苦，你帮我哩，你再有我心意我，人生你简单嘞。梦想那么好的实现，真爱当乖呀！讲起来，你爱面姑发生这种不幸啊，拢是万条万，迄自私自利的人造成的。而且还佫讲一大堆白贼话来甲你洗脑，毋知害你错失甲面部相处的机会。一个人在咱的时阵，伊心内就开始跳，就感觉
真惊吓。这时阵，若是有人想要控制，伊就会疯狂对伊叫。你莫了准，我唔知你咧暗算啥。我已经戆戆戆戆看30几年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清醒啊，我哪可能唔知你的疫苗？既然你知我的身份，你是安怎歹去威胁阮朝元？若是凭阮朝元对第四案的执念，伊真可能为了暗藏这秘密，答应你所有的要求。啊，不过你说放弃这会当给阮朝元压落底的机会，你安尼走，到底是有什么目的？哼，拢唔对啊！我确实有歹用意，当年万条阮要毁掉罗在兴这个政治嫌犯，伊跳过去失局，何兴的查某囝罗安杰甲伊得着黄金，甲因害死，而且。搁这座车祸去弄罗家峰甲靖宇，啊，靖宇巴肚内面的囡仔嘛无去，害我替伊担罪，啊，我判三条人命。即马当年对我不利迄个证据，就伫万条万伊的手里。我若要让伊彻底拍落去，永远拢无在条爬起我头壳顶，我就必须要把迄个证据提倒倒来。所以我才会想到用这个事实，甲你换一遍合作。你要我替你甲证据，头摕出来给你。我唔对，我后生已经死啊，就算我安尼做，你嘛无可能阁活过来。你是倒位来自信？因为我会甲你斗相共。就是因为你后生已经死啊，你上爱的查甫人已经阵亡啊，你定为阮注定爱孤单一个人去过你后半生啊。你的心内。敢袂怨，敢袂恨，我即马是替你制造新的人生目标。你为什么控制我的人生？若毋是我，你可能到死，你也毋知你是顶鬼官。你家己心内真清楚，万条万伊也是郑素媛的面容，并毋是你的灵魂。所以你对伊有甚物通好留恋？你家己人生当然是由你家己来掌控啊！你敢希望你逐天过到好里好多，还是你希望你会真清楚知影你未来人生的目标是啥？哈哈，这就是我的自信。我一定会当和你甲我徛公平，和你甲我做伙对付同一个敌人。万超越，求你死！当想到我心内怨恨，素媛，啊，应该开车来了吧？超越，超越，你要见我。我刚给你弄掉啊！我差点要惊死的。我不安怎啦？都淡薄脆弱，有点烦恼啦。啊，你对我是安怎？我差点要叫你弄掉。我嘛唔知啊，车内汹涌爆冲啊！我本来想要去香灯店看只情侣啊，结果看你徛伫路的，我就想讲偷偷坐过来要让你一个惊喜。想知影，差点变作惊吓。唔对啊，你头前敢毋是陈忠诚的公司？啊，你毋是甲伊无对话，想怎啊？你过来找伊啊？啊，啊，都有只啊，工人代志要甲伊讨论啦。咱你嘛知影，咱即马甲布甲，还佮陈忠诚白仔囝嘛做伙啊。对吼，我敢有听海玲讲过。哎，好啦。我先去车顶打电话给你克，叫伊把车开修理。你先坐咱休困，等下我陪你去病院检查一下，较放心吼。万朝元，你害我失去我30几年的人生，这笔账绝对不是你的。
单单失去性命，就当船都煞。